论职业，这很棒，出一个这个节目，请一大堆黑铁玩家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职业选手啊，职业比赛，这节目应该不错。感谢血分的飞机，感谢仙女的大玩心啊，谢谢。怎么去？好，拍进去了。砍一把，这个小斧子，这么一点大的小斧子，你上战场，拿个小钉锤上战场，你在逗我吧？你说我拿一个大铁锤加盾牌，头盔戴上。你怎么跟我干？哟，哟，哟，一下就，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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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死了！不行不行，回点血，回点血，回点血！好，这个拿锤子、拳头，来逗我吧！哟，小光头不穿衣服，来射我，你跑！哟，你还就逮到这个人没护甲，逮到就死，跑，你往哪跑？嘿，你射箭可以，砍他！哎，我来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这里有只野兔，看你往哪跑！哟，超出边界了，我靠！哎呀，他居然跑出边界了，逃兵！哟！哦，这斧子丢了。哟，好，可以，你们两个，来嘛。哟，哟，哇！我砍一半。到现在一个人没杀，有点气，我是不是要换个英雄了？来，请入者。啊，不行，还没换成功，下一把。哟，哟。换职业，感觉我那个职业有点怂，重新来。哟，我去，158爆头击杀。哟，哇，哦，我靠，为什么突然杀出来对面四个队友？哦，红色方打不过了，我靠，你在吼什么？哦去，干他！哎呦，哟！
哟！哟！哟！哎，没防住，我靠！我给他一打三，好气啊！三个打他，一个被他宰了。哟！哟！回一点血。我操！哟！哟！哟！一百一！报仇击杀！回点血，回点血！哦 ，charge！ 哇！哎，这边有个偷袭的，看能不能绕到他身后。哎，带刀！哇！这么怂啊！我防守反击，格挡完之后马上劈他。哎，逮到一个，从背后偷袭他是比较……哟哟！哎哎，我靠！怎么瞬间就来了这么多人？杀一个死七次，你大爷，这么怂吗？我好歹也是有游戏基础和天赋的人，为什么？难道是我的天赋没点，还是我的……哎，自己人啊！哦，这是自己人吗？哟，哟，哟！哇 charge！ 哇，逮到一个！哟，这扩大！不许我，来，来，来砍我，砍我！我反击！来来来，来来来出招，来砍我，砍我！好，哟，我打！Come on, come on, try check。零比八百三十五，这么是不是多怂啊？队友多捞啊！就加一百三十块，瑞兹哎！我觉得我天赋点点的并不是很好。那个冰天雪地，猪死一刀斩。诺克萨斯断头台，刚才一刀把他们头劈下来。这个很讲究，符文天赋装备、防御装、攻击装、出招、这个格挡、插、砍、劈都很有讲究。我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防守反击。
哇，可以丢斧子，我这个职业可以丢斧子，拿拳头打打人也可以的，看我拿锤子杀人给你看。哟哟，来来来，我靠，他这个小猫出招很快。嗯，被他满血杀了。哎，有火，这火烫人很痛。等一下。洛克萨斯，断头，哎，我这个被队友的位那个木牌卡住了，比分落后了，快快快杀！哦哟，防守反击，哟哟，你在防，你在防，你在防，我靠，二打一。又是这个小老板多捞哦，杀几个了，杀零个，哟哟，洛克萨斯断头台，洛克萨斯断头台，猪死一刀斩，没血了，恢复一下，恢复一下。OK， 回满，我又来，哟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丢他！哦，这么多人吗？丢他！哟哟哟哟！一脚劈开你的，哟哦哟哟哟哟哟！哇，这两波操作怎么样啊？哟，你在这。地在这房，来这边，丢你斧子，呀，兄弟自己扔，我
哇，被他锤子打死了，好气哦！断头台，断头，哎呦，我靠，砍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我，等一下回点血，哎，偷袭他，诺克萨斯断，哟。蛛丝一刀斩，防守，哇！哎呦，我靠，二打一，尴尬。换一个，感觉那个拿把大刀，大刀来一把。骑士，哎呦，哎。怎么样嘛，来嘛，伸头归你，嘿嘿，伸头归你，一刀斩。雷威瑟，哈哈，哟，伸头归你，来嘛，人有点多，哟，偷袭过去了吧？哟，助攻哦，哟，莫瑞，一刀斩斩。来砍我，救我，我靠，二打我一，我有点气。 I'm right， 神头归你。就这个是最皮的。防守反击，一滴血赶快。我靠，玩一把天马流星锤。天马流星锤，我靠，没刷好，没刷好，我这个锤子没刷好。我的大锤早已饥渴难耐，哇，这个人衣服都不穿的，你在逗我吧？天马流，天马流星锤，锤，大锤子，敲声，
敲死你！哟哟！哎呀，我靠！怎么杀到我们家来了？我靠！不行，还是大宝剑。其实这个刀劈还是很猛的。哟！哎，我靠，这谁搞的？Mickey， 杀我队友！哟，我靠！哎，怎么差距这么大？0-702。啊！我靠，我杀九个，队友太怂了。队友太怂了，算了，打撸啊撸去了。